五节乡公所在母亲节前夕举办模范母亲表扬活动，特别安排了乡立幼儿园带来可爱的迎宾舞，来慰劳模范母亲的辛劳。五节乡模范母亲表扬由乡长沈德茂以及代表会主席林振吴亲自一一来表扬，总共表扬由各村所推荐的模范母亲有25位，并且与来宾们一起来拍下珍贵的大合照留念，以献给获奖的模范母亲最崇高的敬意，感谢母亲对家庭含辛茹苦的付出。这个表扬给人带来有本来我健康也好，所有的环境也好，大家对母亲的尊重啊、孝敬，对母亲的爱护啊、对母亲的这个啊关怀，来宾呢由你将出场。如果那么伊还祝贺了伊，那么无法度享受。所以这个劳力，这个劳力里面还加了劳心，是咱看袂到的。包括你母亲，也是你女性的朋友，在你一帆风顺的时阵，事业成功的时阵，身躯边绝对，这些人也对你对条条。但是你若失落的时阵，你若艰苦、失败的时阵，唯一会离开你的人是啥？就是你阿母。咱不管甲几岁，不管咱的年纪甲当时，在父母的心目中，永远拢是囡仔，所以可见母亲的伟大。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吼，一样伟大。今日要借这机会来祝贺我的妈妈吼，母亲节快乐！嘛，要祝天下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当中纪新村的邓阿段妈妈还获得遴选代表五节乡来接受宜兰县政府113年度的模范母亲表扬。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